街坊邻居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哎呀，媳妇儿，快点儿，都兔年了，能不能起点速啊？咱俩都结婚多少年了？每年大年三十你都陪你爸过，那我爸我妈咋整啊？哎呀，媳妇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家就我爸一个人，你说咱俩不回家，过年他自己多孤单呢。哼，又生气，别发火啊！我还敢发火啊？你是消防员，我再大的火也让你给我灭了呀！哎，媳妇儿，我有个主意。说，咱俩先回我家过年，然后我再陪你回家过年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那咱明天就回去吧。明天不行。大年初一屁股还没坐热呢。那咱初二回去。屁股刚坐热你就走啊？那初三屁股总能热了吧？是初三屁股是坐热了，初四咱爸不过生日吗？那初五回去。破五不能出门。初六呢？我消防队值班。哎，初七，初七行，初七我陪你回家过年。初七我上班。初七你上什么班啊？你们什么单位初七上班啊？你看我们单位，哦，初七也上班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还有个好主意。说，明年我陪你回家过年。呸！去年你就这么说的，拿着回家。别生气了，媳妇儿，你看你这老生气，一生气都不美丽了。不是，媳妇儿，要我背着你回去呗？不用，我长腿了。你别老跟我这样，媳妇儿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给大家拜年了。哎呀，兔年好，兔年酷，兔年把健康都留住，天天喝点谷二零，你是天天都有好心情。老大，哎，谁呀？啊，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老尚，哎呦，老宋啊，给你送年货来了。哎呦，我说老宋啊，老宋啊，你也不能老送啊。你说这昨天不是送过了吗？昨天是代表街道送啊，今天是代表社区送的一桶油。哎呦，真是感激各级领导啊。但是你说这我就一个人我也吃不了啊。我那我让我老伴给送回去。你拉倒吧。让你老伴儿送回去，你老伴儿半道能把他干喽？去呀！你哎呀，你这屋里这么多好东西，你随便给他拿点儿啊！行，这谷二零不错，我拿走。啊、这好，这我你放那儿。啊！你真会拿，你这拿谷二零，你不是屋里这么多东西，你随便拿点不行吗？拿啥呀？你拿。你就这瓜子儿，你随便拿啊，你拿多少都行啊。就你这个上老抠啊，你那这油放哪儿啊？油给我放厨房去。行嘞。爸，我们回来了，开门的爸。爸，来了。哎，爸，过年好。我和小雪回来看您来了啊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走，哎哎哎，爸爸，哎爸爸，哎哎。不是爸，你干嘛呀？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听话。年前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今年过年上你们媳妇儿家过年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看，你看，我爸我俩都回来，你先把门打开呗。不开，你开开门。就不开，赶紧开门吧。赶紧走。哎、老尚啊，我赶紧回去了，我还做东西呢。我，你开什么门呢？我不开门怎么回去呀？你从窗户跳出去？那是六楼。真行！哟，这二位是谁呀？我儿子，儿媳妇儿。哎呀，你爸呀，天天跟我念叨你俩，天天盼着你俩回来。行了，老尚，这回盼回来了，你看看。你咋话那么密呢？谁天天盼他们回来了？这嘴不对心的。你该干啥干啥去。你跟孩子聊吧，我回去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俩咋？爸，干嘛呢？谁让你俩进屋的？不是，爸，这都不重要。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，坐坐坐坐，来坐坐坐。这孩子，你爸，问你个事儿啊、嗯哎？刚才那个胖阿姨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咱们家的邻居，你宋阿姨。
哦，嗯，这是他们今年才搬过来的，哎，哦，咱们这个楼的楼长，哦，平常关系跟我处得特别好，哦，再呕我踢你，把你爸呕得跟老不正经似的，哦，哎，爸爸。你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呢啊！你赶紧给我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给我走！我走哪儿去啊我？你说我俩都回来了，就想陪您吃顿团圆饭。行啊，咱这样啊，三十在我这儿过，初一和你媳妇儿回他们家去啊。爸，不行。咋不行啊？人家说了，初一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不能回去。初二回去。初二也不行啊，初二屁股刚坐热呀，也不能回去。你那屁股咋那么凉呢？我给你拿炉子烤烤呗。初三跟我回去啊。初三屁股是热了，但初四您生日啊，也不能回去。哎呀，生日有什么要紧的？哪天过不行啊？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坐这儿来，咱现在就过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哎呀，生日过完了，我真高兴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尴尬不？是有点尴尬。那行，那就初五回去。初五也不行啊，破五破五的哪儿也不能去。你咋那么多破规矩呢你啊。初六，初六他值班，但是他有一个好主意啊。啥主意？说初七跟我回去。你给我过来。哎哎哎，不是爸，你心里轻点啊，你这不是骗人家的吗？啊，初七全国都上班了，看啥去？上你们单位看灭火器，看消防栓去啊。别跟我废话啊，赶紧走，赶紧。你们俩，你干啥呀？收拾东西赶紧走。你说我俩好不容易回来，那我好歹我俩是不是得陪您吃顿饭吧？我没做，那我俩更不能走，都没人给你做饭。媳妇儿做饭去。爸，你还没吃饭啊？我给您包饺子去。哎呀，包饺子。小雪，别动！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。老沙，哎，老沙，来了来了，别做啊，我不爱吃。老沙啊，来，我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饺子。谁说我爱吃饺子？你是最爱吃饺子的，你看看。哦，你真是，谁说我爱吃饺子？不吃是吧？那我拿回去。你放那儿吧，你都拿来了，我不爱吃，孩子们还没吃呢。来来来来，你俩吃，哎，你俩吃啊。谢谢阿姨，我再上厨房整点别的。谢谢啊。哎，不谢。这你送阿姨把饺子给送来了，嗯，啊，这上车饺子下车面，你俩赶紧吃俩饺子，赶紧给我上车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爸，你老轰我俩干啥呀？就是我俩这不就想多看看您吗？看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个猴，天天看我看，我这上岁数了啊，上岁数我们有自己的生活，能不能给我留点自由？给我留点时间，给我们留点空间，给我留俩饺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别吃了啊，放这放这。爸，好好。爸爸爸，你吃你吃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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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发现咱爸有点不对劲儿了吗？哪儿不对劲儿啊？咱爸是不是恋爱了呀？跟谁呀？那跟饺子。你有病吧？跟送饺子那个阿姨呀。哦哦哦，那胖阿姨。对呀，我问问咱爸去啊。哎，你别老那么直来直去，咱爸都多大岁数了，你想想办法婉转一点。明白了明白了。爸，哎，您跟宋阿姨谈恋爱了吧？你婉转一点。哎呀，爸，我跟谁？送饺子那个胖阿姨。啊，嗯。阿姨呀，对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是这好事咋不提前说一声呢？跟我说，我们俩这么隐秘的事儿，你都看出来了？看出来了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爸啊，您和宋阿姨谁先追的谁呀？孩子啊，你应该有这个眼力。就凭你爸这个身材，就凭你爸这个颜值，
就凭你爸这个担当，您追着他，你什么眼神啊？他追的我，不是，爸，这都不重要啊。对，我就想知道这个宋阿姨对您怎么样啊？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对我好啊。嗯，哎呦，那就是个粘豆包啊，粘着你呀、啊，哎呀，粘你身上就拿不掉。哎呀，你没看吗？你看这一趟一趟的往这跑，你轰都轰不走啊。这爸，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啊？人宋阿姨来了不到一分钟走了，她能好意思在这儿待着吗？啊？你俩两个大电灯泡在这照着，你俩要不在这儿了，那他就肯定不愿意走了。给我点空间，明白了？给我点时间，我们俩马上走，马上走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赶紧的啊！哎呀，我宋阿姨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你看看啊，怕俩孩子不够吃，我这不又煮了一盘子吗？来，赶紧吃吧，来来来。看见了吗？哎呀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还喝上了，这谷二零可是好酒啊。喝了谷二零，每天有个好心情。嗯，不错。来，老尚喝点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这酒真好啊！哎呀呀呀呀，不是，嗯，我说粘豆包啊，不是那、这个，那、这个，你老宋啊，啊，你咋还跑我这喝上了？行，那我拿回去喝。你拿什么回去你啊？怎么呢？我。是这样，两个孩子要走，啊、你看等他们走了，那咱俩再好好喝。那也行，哎，一会儿等他们走了，咱俩喝。哎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你快，咱、哎、回去有事儿，别别别，请留步，煮饺子呢，有事儿吗？饺子，来，我想跟您聊几句，宋阿姨。哎，这时候叫什么阿姨？叫妈。哎呀，宋阿妈。哎，你还宋阿妈，还五阿哥呢，宋阿妈。对对对。叫阿妈不合适，叫大妈就行了。哎，大妈，哎，我们两口子，感谢你，感谢，嗯，照顾我爸多亏您了。你看这话就说外头，我跟你爸这什么关系啊？你放心，你爸交给我，你就一百个放心，错不了。放心，都放心，都放心啊！赶紧走，干嘛呀？爸，你老让我宋阿姨走什么？就是，走，您坐，您坐。宋阿姨，哎。本来这个红包呢，我是准备给我爸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送给您最合适。新年快乐！哎呦，那可不行！你说这孩子给我红包哪行了？那有啥不行的？不就是一个红包吗？不是，那孩子的一片孝心，拿着，必须拿。那我拿着。谢谢孩子，阿姨收了啊！新年快乐！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小雪啊，哎，里边包多少钱呢？不多，2000。拿回来。哎，你这咋？不是。人家孩子刚才说得很清楚，这红包本来给我的。对，孩子说了，本来是给你的，不是后来就给我了吗？给你你就要啊？我是不想要，你还说必须拿着，你看你老上了，你这干嘛？你这你咋我听啊？这么不爷们儿吗？给人家，哎，不是，给也不能给2000呢。行，明白了。这5000你拿着，哎，快点！这可不行，我是这意思吧？5000块钱，你拿着，我不能拿，不能听我爸。对，不要就不要呗。对，孩子，不行，这钱太多了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对，那个宋阿姨啊，那这个果篮您能收下吗？这你收下。果篮我拿走，钱我可不能要。行了，这果篮也挺贵重的，对对对，那我拿回去。别来了啊！哎，不，咱们阿姨啊，我跟你说，常来啊，来来来。看见了吗？啊，就粘豆包跟我这关系，哎呀，他就一趟一趟往这儿来，太幸福了吧？你这没办法，这还说啥呀？啊，太幸福了！祝您幸福，媳妇儿，回你家过年。走，嗨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离不开你。哎呀，你老上啊，干嘛呀？这行不行？那果篮我拿走了，里边这5000块钱我哪能收啊？你赶紧拿着吧。不行，他哪还来了？那不行，这个钱呀。说什么也不能要，对我们不能要。您是，我是他老伴儿，对我老伴儿，看了吗？宋阿姨老伴儿，哎我老伴儿，念着你们俩了。宋阿姨，不是宋阿姨，您老伴儿还在啊？废话，一直健在，这不在这儿吗？不是，这孩子，不是，这。宋阿姨，你不是跟我爸谈恋爱呢吗？啊、谁跟你爸谈恋爱呀、啊？这都瞎说，谁说的呀？谁说的？说的你爸爸呢？怎么回事、啊？没有，没有。爸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哎，孩子，掉了个饺子，我给他。你过来，饺子，我有事问你，浪费。哎呀。
哎，你是不是说你跟宋阿姨谈恋爱呢？我说了吗？说了。对，我说了，我那个老王啊，你看我跟你老伴正谈着呢，你回避一下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我这哎呦，我还回避一下，老伴儿啊，我是原配呀、啊。是。你们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我俩什么事儿啊？我不问你了。哎，老尚，哎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跟我老伴谈恋爱的？老王，你听我说。你说。哎，他还默认了？什么默认？哎呦，老伴儿，我说你一天到晚往他们家跑呢。原来你们俩真有事儿啊？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巴巴的给你们送饺子汤来。哎呀，我让你们喝、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老王，不要叫我老王了。我已经十分对不住隔壁老王这个职称了，以后不要叫我老王了。那我管你叫什么呀？忍者神龟。哎呀，我说忍者呀，我还是这个神龟呀。他姓啥来着？老王，王叔，老王，王。老王，老王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是这样的。我是骗他俩的啊！我是想我儿子今年到我儿媳妇家过年去。老伴儿，我听明白了啊，这老尚啊是不想让他俩在这儿陪他过年，对对对，就撒了个谎说跟我谈恋爱了，好让他俩走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，对你个茄子！哎呀，真心的，我不谎了。干啥呀？老王啊，老王，老王，他不是我亲儿子，爸。老王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是我儿子的战友，我儿子在救一场大火当中走了，他就年年的到这儿来陪我过年，我这心里我过意不去啊，老王，爸。如果那场大火走的人是我，我相信您儿子现在肯定在我家陪我父母过年呢。孩子，你说一遇到火险的时候啊，那大家都是拼命的往外跑啊，你们是拼了命的往里冲啊。我担心呐、啊，你说你们的亲生父母他也担心呐、啊。你说这一年了，谁的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，幸幸福福、团团圆圆的过个年呢？不能年年都到我这儿来，叫我一声爸，足够。爸，哎，爸，啊，哎呦，过年好，都来了，孩子们，你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你看，小玉啊，你有点瘦了啊，你平常得给我多吃饭，知道吗？好嘞，爸。我想死你了。哎，今天媳妇来了吗？没来，没来呀，真好。爸，过年好。这是谁？我没见过。爸，这是我们新来的战友。叫富强。哎呀，孩子真好。来，战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给天下的父母拜年。过年好。